是一切生命的追求，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名字，打开一扇门就打开一方世界，会南北之气，凝东西之髓。这里的美千姿百态，形柔似水，轻如风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于动静之中体会万象巡游，打破壁垒，可以传承经典，也可以谱写潮流。每每与共，和而不同。声，空灵之声，高古之音，在旋律的起止之间感受千年风雅。日升月落，星朔云遮，溪河入海，以声为美，以乐载道，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，打动自己就能打动别人。变，四千年历史变迁，纵横十九道，经纬之间自有乾坤，变化无穷，不畏惧挑战，也敢于开拓新局，是竞争也是伙伴，用百折不挠的勇气笃定方向，无畏前行。意或浓墨重彩，或笔走龙蛇，心随意动，挥洒神韵，描摹古今，传承千年的底蕴，曼青之笔，颜筋流骨。云鹤游天，群鸿戏海，在起文落墨之间弘扬传统，书写卓越。韵，则一束风雅，听一阙古音，焚香煮茶，感受时间静流。色香味韵，心手合一，六美荟萃，相得益彰。一花一木一世界，一杯茶就是一段岁月。世界上的美千姿百态，从这里起步，探寻发现，看见知识，见识智慧，艺术打开无限可能，创造千姿百态的自己，立足传统，成古融今，明道修身，利他共荣，与世界连接，去从未去过的地方，让现实直达梦想。